准，哇哦，厉害，全中。要足够的勇气和智慧，再次为他拍拍手。刚才欣赏到的是飞刀，现在一起见识一下飞斧头，同样需要百分百的精准度，力道把握非常好。哟吼！大家说还要不要？鼓掌。好的，现在我们要在现场邀请一位美女。呐喊一声。正所谓台下十年功，台上十分钟。苗族兄弟从10岁开始隐居在苗族山寨，跟随师傅学习失传已久的飞刀绝技，平均每天的练习时间高达8小时，才能有今天精准快狠的飞刀绝技带给全场的好朋友。掌声倒计时好吗？当数到一的时候，就请大师将会在下面发功。那大家站在上面呢，会有一种震动的感觉。如果大家感觉到震动了，麻烦各位大师的叫声而信息告诉给现场的好朋友，好不好？来，三位观众朋友，我们一起来倒计时，五、4、3、2、1，有没有？谢谢大家，你们可以下来了，谢谢各位。哎呀，大哥，您还会轻？哎呀，您飞得更好。滚烫的火马在阿龙皮肤上慢慢的划过，这是我们常人无法做到的事情。来，我们右边的观众看仔细了，然后掌声刺激一下。其实告诉大家，这个动作啊相当的危险，稍有不慎都会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。加上现在室外也有一点点的冷风，也会加大我们表演的难度，小心。太棒了！来，我们后面的朋友请注意，接下来将滚烫的火把含入口中。谢谢。转向两边，同样来自我们苗族巫师将为大家带来下活。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话，来两位变换一种形式来，朋友们。